上虞农商银行党委董事会协干部职工，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上虞农商银行发展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祝愿全区人民新春快乐，身体健康，百福相伴，龙年吉祥。新年伊始，上虞农商银行存贷款规模率先全区银行业突破1500亿元。站在新起点上，全行干部职工将不忘初心，脚踏实地，增强服务大局之力，扛起金融为民重担，为企业居民提供更有温度、更有速度、更有广度的金融服务。绍兴市上虞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恭祝全区人民新春快乐，阖家幸福。日月齐迈，时盛岁新，时光不语，即展新篇。区供电公司全体员工，恭祝全区人民新春快乐，阖家幸福。新的一年，全体电力人将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牢记电等发展嘱托，用心用情建好网、供好电、服好物，始终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姿态，当好绿色发展引领者、能源供应先行官，全力以赴为支撑上虞高质量建设青春之城贡献力量。携手结余城，同心美家园。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区环卫集团向关心支持环卫发展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新春的祝福。2024年，集团将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不断提升城市环境卫生品质，助推青春之城建设落地见效。玉兔呈祥辞旧岁，金龙献瑞迎春来。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大通商城全体员工向多年来一直关心支持大通商城发展的广大消费者表示衷心的感谢，恭祝全区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幸福。龙年行大运，祥瑞满乾坤。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全国有色金属行业、黄金行业先进集体、绍兴百强民营企业、浙江宏达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庆携全体员工，恭祝全区人民新年大吉，阖家幸福。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分公司祝全区人民新年快乐，万事如意。新年天岁又天福，财源滚滚万年长。绍兴市上虞光明电线厂董事长张志康携全体员工，恭祝全区人民事业龙腾四海，人生龙飞凤舞，家庭龙凤呈祥。以水为本，润泽千家万户。上虞水务集团祝全区人民新春快乐。区水务集团将全力推进城乡供排水设施一体化发展，在青春之城建设中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大大大乐透，新春乐透大惊喜，体彩新春季，龙腾好运来。国体育彩票，
春到神州，山河锦绣，龙腾四海，万象蓬勃。各位观众，晚上好。晚上好。今天是2月10号，星期六，农历正月初一。新闻联播给您拜年了，祝福您龙腾虎跃，阖家。这个春节，大江南北喜气洋洋，欢乐吉祥。在贵州黔西化乌村，乡亲们载歌载舞迎新春，一个个原创节目反映了苗乡的幸福新生活。团年饭上，大家吹起芦笙，唱起祝酒歌。去年化乌村接待了超过30万游客，村里的产业也愈发红火。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化乌村的时候，他嘱咐我们要把乡村产业发展好。你看我们现在一个小小的化乌村，不仅传统产业发展得好，而且我们还发展了旅游业，有露营基地，还有直升机、乘船游览观光。我觉得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加应该撸起袖子加油干。从民族村寨到城市街道，从塞外边陲到革命老区，党的18大以来，每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到乡村社区看望群众生活，向大家送去新春祝福。希望咱们的街坊邻居们永远幸福。好，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您的领导下，我们的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共产党的追求啊，就是让老百姓的生活啊。除夕的夜空绚丽多姿，在上海、重庆、深圳、哈尔滨等地，五彩缤纷的城市夜景和科技感十足的无人机表演交相辉映，为节日的人们带来一场场光影盛宴。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开心，希望我们的生活都像这个灯光一样璀璨多彩。新春灯会点亮幸福中国年，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四川自贡灯会运用多种非遗技艺，捆扎成长达200多米的非遗中国龙，30000片羽毛制成栩栩如生的孔雀灯，还有小朋友的画作也制成了花灯，活灵活现，充满了童趣。在广西南宁青秀山的新春灯会上，花灯依山水之势错落分布，一步一景，游客市民纷纷拍照留念，记录下这美好时刻。在河南郑州，中原文化与彩灯艺术结合，让人目不暇接。在河北唐山，众多灯组串联，展现祖国大好河山。除夕夜吸引了上万人前来打卡。这组鱼跃龙门寓意特别吉祥，特别好，也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活中幸福美满，像鱼跃龙门一样步步高升。在喜庆祥和的氛围中，团圆的年夜饭。稳定，国家国泰民安。今天澳门举办欢乐春节2024年龙腾五月贺新春社区巡演活动，一条长达238米的金龙和18头醒狮从大三巴牌坊同时出发，途经澳门多个主要景点，与众多市民和游客一起庆祝龙年新春佳节。我哋希望新年用舞龙舞狮带俾大家一个新嘅气象，新嘅健康，新嘅福气。舞龙舞狮带俾我哋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龙年祥瑞进家门，风范装饰贺新春。宁波好家装风范装饰入驻宁波4年3店，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龙年行大运。本月定装修，五福送到家，一帆风顺福，全房大床沙发等21件顾家家具好礼搬回家，两全齐美福，方太海信等一线大牌电器免费送，三洋开泰福辅台全面升级，西卡防水，地谷斯金雕阻燃电线，为新家多一份安全保障。四季平安符主材全面升级，马可波罗瓷砖、室友地板等主材免费升级，五谷风灯符抢定新春开门红样板房的业主再送价值12980元欧派索菲亚全屋定制衣柜，8711-6688，8711-6688，装修大全包，材料大品牌，新年装新家就来宁波好家装风范装饰，海曙恒逸广场3楼，慈溪华润万家香格店1楼。南京广电地产传媒祝您龙行达达，前程朗朗，龙年大吉。服务
南京广电物业圆桌会来到了万科翡翠公园。南京广电物业圆桌会，物业圆桌会今天来到了阳光家园。南京广电物业圆桌会，南京广电物业圆桌会呢，今天来到了苏宁瑞城。红红火火，是在捏面人。天地人和的，就是风调雨顺。如意吉祥，事业兴，平安富贵，财源进。免费的，那蛮好的，热闹。这长得叶子长得这气候，为我们业主反正省了好多什么麻烦。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尽管跟我们说。好，行啊。在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西峡物业全体员工，对西峡物业的全体业主、全体员工、合作伙伴，致以新年的问候，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工作顺利。我谨代表绿城服务集团江苏区的全体同仁，向始终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业主家人和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与祝福，愿各位在2024年龙腾虎跃，事业蒸蒸日上，龙马精神，阖家幸福安康。新的一年，我谨代表南京仁恒物业全体员工，向各位仁恒家人、合作伙伴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由衷的感谢，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新年快乐。以人为恒，初心不渝，2024年我们将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不负每一份期待。龙腾盛世，瑞气迎来，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谨代表阳光绿城物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朋友、合作伙伴，向我们的全体业主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祝福，祝愿大家龙行大运，家庭幸福美满，事业蒸蒸日上，龙年大吉。瑞兔辞旧去，龙腾新年到。在龙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白子物业梅园分公司西片区祝大家龙年大吉，龙行达达，龙腾四海，喜乐隆隆，生龙活虎，龙运亨通，龙凤呈祥，龙马精神，龙腾虎跃，龙运当头，鱼跃龙门，龙年行大运，幸福过大年。耶！深耕南京32年，企业秉承好地段、好产品、好服务的理念，为南京创造更多有价值的作品。新的一年，金鸡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大吉。日月齐迈，日盛岁兴，值此辞旧迎新之际，我谨代表安诚集团南京城南园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向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春的祝福，祝大家龙年快乐。喜庆新年祥瑞兆，万家团圆喜气飘，我谨代表南京自如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龙年大吉，生活自如。龙年大吉，龙行虎步，龙飞凤舞，龙行大运，生龙活虎，生意兴隆，新闻新纪中心祝大家能者善见，锦绣宏图，龙腾新岁，万里华昭，人剑成发，长江乐府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大吉。新的一年，保利博雅合部祝您龙年行大运，祥瑞照门庭，保利合并之月，祝大家龙腾虎跃，福运满堂。玉兔辞旧岁，金龙迎新春，凤凰紫金和煦富相，祝广大市民朋友新的一年里
事业有高度，生活有温度，未来有宽度，龙年大吉，万事如意。家中出现火情，首先要保持镇定，判明火情后采取相应措施，提倡家中常备家用灭火器。在着火初期，可以采取正确方式和有效措施进行扑救。如果火势蔓延，用湿毛巾掩住口鼻，迅速俯身低姿逃离现场。如果发现燃气泄漏，千万不能在现场使用手机。到达安全场所后，迅速拨打火警119，讲清具体地址和情况，并到险要位置迎候消防车，正确应对火情，共筑平安生活的力量。
红色房山永葆深厚底色，活力房山激发集群动能。新的一年，时雨祝您龙腾四海，大展宏图。精致房山锻造卓越品质，大美房山绽放绚丽之花。新的一年，佳琪祝您龙游天下，梦想成真。平安房山筑牢发展基石，幸福房山奔向明媚春天。新的一年，诗豪祝您龙翔万里，乘风而上。龙年来到，万象更新，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房山新闻栏目全体工作人员祝大家新春快乐，龙年大吉。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报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房山资讯，请关注北京房山 APP 客户端。再见。再见。健康的重要杀手，每三年我都会跟随我院的医疗队伍下乡，为符合条件的妇女免费进行两癌筛查，帮助她们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关爱女性健康，房山妇幼保健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信任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爸爸，这么多菜咱们吃不了，少点些吧。对，不能浪费。好好好，剩下的菜我们打包吧，践行光盘行动。我们坐公交车回家吧。好啊好啊，低碳环保。绿色低碳出行，垃圾投放要分类，我们去扔垃圾吧。垃圾分类从我做起，低碳环保，文明过大年。是精神爽，岁转朝阳气象新，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过年在家，很多朋友兜里边都有点闲钱，有的朋友就想钱生钱，做个投资理财。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投资理财一定要找正规渠道，千万不要相信他们所说的高收益、高回报、有内幕，这些都是诈骗，千万别信。龙翔华夏，千家喜，春满九州，万象新。居民朋友们，给您拜年了。虽然过年是团圆的日子，但也有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回家、不能相聚的朋友。在这儿，我要给您提个醒，凡是接到自称是您的领导、朋友、家人，并向您寻求帮助，让您帮忙转账汇款的，一定要谨慎，千万要当面核实或者多方确认对方身份之后再进行。春回大地春光好，福满人间福气浓，给您拜年了。今年春节放假的时间可不短，大家休息在家玩手机的时候，一定要看好那些会说花言巧语的骗子，他们会潜入各种平台寻找有缘人，再用各种身份吸引你，画大饼引诱你上当，大家千万可别信。吉祥如意，万事顺，喜气临门，福满多。给大家拜年的同时，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厨房用火应注意，不要在灶台附近放置易燃可燃物品，如果您离开厨房，一定要将火源随手关闭。还有就是咱们家的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要在楼道和家中停放或者充电，不要购买非标电动自行车。
千年迎新春，瑞雪兆丰年，给您拜年了。过年的时候啊，咱也不能忘记防范盗窃。首先，您家的门锁锁芯一定要换成防盗的。再有，离家外出的时候，要关好窗户，锁好门。回到家中，要把门进行反锁。还有啊，咱们家中平时不要存放大量现金，这样就能够减少入室盗窃的发生。龙年新春到，瑞雪满天飘，在这里我给大家拜年了。今天啊，我就和大家说一说农村应当如何防范入室盗窃。第一呢，一定要加装牢固的安全锁具和防护门窗。第二呢，有条件呢还可以加装监控。第三，还可以在院子里养一条大狗用于防范。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堂，给居民朋友们拜年了。每逢过年，这小偷们啊也想提高一下业务量，尤其是这家家都有的电动车。在这里呢，我们也想提示您，电动车辆易被盗，防范方法很重要。电池加装防盗锁，定位装置看需要，临时停车拔钥匙，远离爱车要锁好，停放地点有门道，专用区域找牢靠，购买发票保存好，一旦被盗拔警报。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房山公安分局副局长张宏志。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和我的战友们并肩战斗，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妥善应对特大暴雨灾害和灾后重建工作，全心全意推出便民利民的各项服务措施，在过去的一年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正确领导，离不开分局全体民警的共同努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着力做好各项安保工作，着力维护六大房山建设，着力为房山区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在新的一年里，祝愿大家龙年大吉大利，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给大家。